个棉麻的一个洋装，整件孕妈咪可以穿，然后呢它的肚围腰围就是到 SML 差有都可以。那你呢要怎么穿？来，先拉起来推高再拉起来，就这么简单。长度超喜欢，遮住小腿肚，侧边又再让你开个叉，不会走光的长度。再来有口袋，它好处多多，然后呢完全看不出来有口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上身的双口袋都是真口袋，如果天气变冷了，穿皮短裤穿靴子，你可以把这个拿来当外套。然后我觉得两个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然后我的是有点土耳其蓝，然后拒绝的是土咖色。对，土咖色，土咖色。然后我觉得这颜色也太显白了吧。如果说你觉得单穿好像有点单薄，我们再搭一个像衬衫啊或是外套之类的，作为一个层次搭配。你看，我觉得好像有那种日系那种文青风哎。然后呢，记得你把它打开的时候，你可以这样拉一下腰绳，这边可以稍微打个蝴蝶结，所以呢，从后面看起来就会有那种腰身感喽。剧院家的衣服很厉害，在海外地区我们可以当洋装，在台湾地区我们可以当罩衫，外面接下来你要再加长大衣，什么都可以哦。